好，我现在在成都的萧家河街，在这条街上呢，听说有一家面馆非常神奇，所有的人都坐在板凳上吃面，因为他们家的面馆非常的小，然后吃的人又特别多，所以大家全部坐在路边吃。到底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吧。这个回锅肉面多少钱呀？我点了一份鳝鱼面食副菜选，鳝鱼非常的烂，很嫩，它这个肉，感觉好香呀，确实挺好吃的。里面是放了这个红油，里面还有一些菜，用手工的细面。